嚟到今日嘅練習，今日就係腳同埋腳嘅。好，開始，企喺張凳度，腳趾公黐住又得，打開又得，你覺得舒服嘅，跟住曲膝，做張凳，三七二十又好，舉高手向天又好，自己揀。下腹微微收緊，腳嘅肌肉開始有力，膝頭哥唔好咁舒服喎。好，跟住雙手合十嘅 ，keep 住右腳曲，再將左隻左腳升高佢 ，exhale， 將隻左腳撥向後，兩隻膝頭哥要曲嘅，吸氣拉翻起隻左腳，呼氣向後，最尾一組吸氣拉翻起身。呼氣向後 ，hold 住三，兩邊膝頭哥要曲。二，入左腳一大步踏後 ，Warrior Two， 武士第二式，手可以打開又得，叉腰又可以。跌到兩邊嘅腳趾尾，將手去個地下，收肚，屁股收緊，從後邊扣住啲手指，下半身唔喐。呼氣，額頭指向腳趾根嘅方向，牽臂武士式。留意當你向前伸展的時候，後腳要更加長，後腳板要更加重。Hold 三、二、一，拉自己起身，合十雙手，左腳踏前，做翻張凳。跟住到右邊，縮起隻右腳，跟住呼氣向前傾，右腳撥後，吸氣縮起隻腳，呼氣向後。繼續吸氣，縮起隻腳，呼氣向後 ，hold 三 ，hold 二 ，hold 一，右腳踏後 ，warrior two， 武士第二式，用肌肉去升起雙手。如果升起雙手嘅話，唔好用個膊頭吊住，然後從後邊扣住手指，呼氣，額頭指向腳趾公嘅方向，輕臂武士，三。二腳踭今日想拖向中間，一拉自己起身，合十雙手，右腳踏前做張凳，跟住之後企直少少嘅人，將隻左腳跨過右腳 ，Eagle Gardasin。有需要做英式手嘅朋友，左手會喺下低啦，伸手放膊頭定係合十自己揀，可以嘅話曲多啲右腳。好，拆開腳，拆開手，換月式。右手垂低放在右腳的前頭，左腳踩向後，左手點放你自己揀，包腰又好，指向天亦都得。右腳始終要踩實個地下，要有力嘅喎。好啦，吸氣，將自己拉翻起身，做翻頭先個 Eagle Pose 先，左腳跨翻個右腳，兩邊小腿黐到埋一埋 ，hold 三，膊頭放鬆 ，hold 二。后日手叉腰，左腳踏後，打開個人嚟到女神式，腳趾轉開佢，膝頭哥係曲，扎翻個馬。留意翻腳趾尾係重嘅，膝頭哥指住第二同第三隻腳趾，叉腰合十地舉高手指肌緊，後褲袋指向脊嘅方向，唔係掉咗向後，肋骨都盡量收埋嚟。好，跟住企翻直嘅人，腳趾指向脊嘅左邊，呼氣向前彎，將佢哋覺得舒服嘅闊腳嘅前彎腰。三、二、一，然之後擱高頭，將個人轉翻向前頭，右手喺右腳嘅出邊，右腳趾指向十二點鐘方向向前彎，做呢個嘅金字塔式。feel 翻我哋左膝都對翻前頭，有可能隻左腳趾要指向近十二點鐘嘅方向，多過九點鐘嘅方向。好啦，跟住擱高頭，右腳穩陣踩實個地下，升起隻左腳嚟到企喺度嘅一字馬。有需要嘅可以曲起右邊膝頭哥。feel 到我哋左屁股咧收緊少少，咁左腳咧會提高啲嘅。好，跟住慢慢將隻左腳放翻喺右腳嘅隔離。曲膝又做翻張凳先，做第二邊啦。微微咧伸直兩隻腳，右腳跨過左腳，夠得成。咁手嘅話，右手就會喺下低啦，盤骨對翻住前頭嘅，
放鬆肩頸位。好，打開個人半月式，左手放在左腳的前頭，盤骨要打開。好三，腳要有力的。好二，好日，好，企翻起身。Eagle，右腳跨翻或者左腳先，右手在下低。三、二、一，手叉腰，右腳一大步踏後，將整個人轉向右，腳趾轉外嘅。咁留意一下啦，啲腳趾十點鐘、兩點鐘方向已經 OK 啦，唔使九至三嘅。Hold 住三 ，Hold 二，大髀後肌收緊 ，Hold 一，企直嘅人，腳趾趾向直嘅右邊，呼氣向前彎。你看看怎樣的前彎適合今天的自己。好三，好二，好日，卧高頭，將人轉回向脊的前頭，左腳趾都是的。好了，穩陣了，呼氣向前伸展。那究竟隻右腳趾是怎樣呢？自己揀，留意後面膝頭哥不要冧的，要有力拉長它。雙手放在左腳的兩旁，右腳踩向天，做個企起身的一字馬，有需要的曲起隻左腳，其實我覺得曲得仲難啲，咪要吹緊大髀肌肉。三、二、一，左腳放在右腳的隔離，曲膝拉翻起自己，做翻張凳。凳之後，左腳踩向後，武士第三式。咁留意翻啊，雙手係合十或者叉腰自己揀，跟住慢慢將個左脅打開佢，跟住置翻落地下，打開地下，最尾一組打開，然後地下 hold 三 ，hold 二 feel 到右腳趾骨踩實地下 ，hold 一縮起隻左腳貼近佢個肚皮，微微企翻起身，可以嘅話兩隻手腕兜住個腳板底。一是 stay 在這裡，一是將左腳踩向前。當你準備好了，右腳開始曲做 pistol squat， 有需要的用手撐在地下輔助自己， hold 住三， hold 二，好日，慢慢坐回在地下，跟住兩隻腳板踩回實個地，拉回起自己做回張凳。左腳要踩實個地，今次右腳向後伸展武士第三式，貼是指向地，準備好了，右貼打開，呼氣指翻向地，吸氣打開，呼氣地，最尾一組吸氣打開，呼氣地 ，hold 三 ，hold 二，好日，縮起隻右腳，微微企翻直個人少少，雙手包住腳板底。四定是右腳拉直，自己揀，將大髀骨踏翻入去個髋關節嗰度，跟住微微曲起隻左腳，曲曲曲曲曲，跟住做 pistol squat，hold 住三、二、一，有控制坐喺個地下度，跟住放鬆個人，放喺張脊脊嗰度，啊，事情搞掂，俾啲時間俾自己。找回個舒服的形狀，動一下鬆一下，或者有磚的拿磚，沒磚的拿幾本書，我們可以將我們的腳伸向天，或者喜歡的找埲牆將雙腳放在上腹，這樣用磚的話，你腳板踩實地下，伸一個 hip， 將個磚放在屁股下低，跟住升起兩隻腳，咁樣升兩隻腳咧，就唔一定要直嘅，曲又得，打開又得，點樣都可以。咁如果你係挨牆嘅話，甚至乎可以做蝴蝶式又得啊，或者我最中意係翹住腳咁樣樣。揾翻自己呼吸，慢慢慢慢放慢嘅。然之後，我哋一個好長嘅吸氣。
好呼气，吸一口，几耐都得。咁好多谢你今日陪我练啦，咁下次见你 ，Namaste。